你住哪呀？啊？你伫倒一间厝啊？我敢知。我伫你后头厝啦，我哪会无看到你啊？啊？我伫咧咱的新房呢。是讲，欧爸，你是当时倒去厝的啊？啊，哪会无甲爹恁做伙转去啊？ 这江丽文竟然搞救！江丽文当然是辛苦，我也是趁这机会赶紧离开。喂，喂，欧爸，你哪都无讲话啊？你是不是还搁在宿醉啊？ 是啊，我即马头足疼，啊，昨下大家拢甲我灌酒，我连做坐做想要吐的，就走出去吐啊。啊，回来时阵，大家拢无去啊，所以我才糊里糊涂，倒来你后头厝。歹势啦，我困去啊，无发现哦，你无伫我身躯边，是我唔好。嗯，无，欧爸你辛苦安尼，你等我。 我即马随转去照顾你，好，等我哦。好啦，好啦。姐弟，你放心啦，一个弟弟甲妈同就随医疗团队拢就专业的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，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。就是，已经放假未啊？ 无论真正安怎，你都爱记得，你答应我的，然后我陪你，无论辛苦别，另外一份，我有好友，有听到无？我知，这么多年，我总算找到个你妈妈，虽然我可袂当甲你相认啦。 妈，我觉得，我只想希望我自个会当替你们打车，替你去上班。我生气，我做你被麻醉了。 我弥陀佛，天公伯啊，拜托你保庇，手术一定会顺利。秋月，你总是气啊，秋月。 你才拄起过来，你莫着急，想要讲话，啊！你放心，手术真成功，你只要一阵仔好好调养，争取得到恢复健康啊！成功，我看过好啊，这是母亲都爱危险，我无希望伊为着要救我，继续爱着家己的身体啦。伊救你。 我可想讲，为什么伊要伫你我离开台湾的时阵，替你安排手术？
原来伊是伫咧骗你，咧骗我，咧骗所有人。你在讲什么啊？关我好你的人根本就不是姓洪啦。那好可怜。你换的官庄是伫咧乌市买。我唔相信，姓洪啊，伊是真正就真心地友好我。是不是有道也不唔对啊？是有误会啊？误会？哎，我你看卖，你家己看好清楚。来，这就是啊，姓洪甲你啊，这官庄的比对资料，伊根本就无符合啊。我甲犯官。哪有可能会生出一个恶心的后生？所以啊，这不就证明伊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后生？你哪不相信？要不然，该找来当面对质，非得让我证据，顶家伊讲袂成。